大家好，今日为大家介绍大埔中心的一个高层的两房单位。现在看这间呢个建筑面积是609尺，实用呢就451尺嘅吓，业主都用咗啲新丝嘅装修嘅。咁就系、是、首先我哋嚟睇翻门口呢用咗电子锁嘅。咁左手边呢有个做咗个开放式厨房。咁门口有个鞋柜，个厨房呢做咗啲厨具啦，有埋洗衣机位同埋雪柜位嘅，吓都有埋抽氧机同埋电磁炉。咁挨住咧呢度咧有个对流窗嘅。跟住右手边做咗个装饰柜，下面都有个储物柜嘅。睇埋个洗手间，洗手间咧业主咧就做咗个启缸，有埋浴室宝。呢个洗手间都几阔落嘅，同埋都有窗嘅。就睇翻个房，房都够大，呢个系5尺床嚟嘅地台，都有埋一个大衣柜。都有足够嘅储物空间。另外一间房景观咧都系望翻绿园同埋泳池嘅，一个厅嘅位置，有埋电视柜。坐咗呢假天花灯槽，咁天个景观系都系望住绿园景泳池。目前呢个单位咧就放卖放租嘅，而且价钱系非常之吸引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可以致电香港大埔4211雨田地产。